各位朋友，欢迎你来到一号真相台，让我带你穿越谎言的迷雾，抵达真相的彼岸啊！有粉丝给我发爆料说，浩哥，这个说普京发导弹啊，把这个乌克兰基辅的一家儿童医院给炸了啊，造成了好多的伤亡。说这个事情看着可可怜了啊，那现场的那个图片我不能给大伙放啊，放了以后咱节目就没了，是吧？这个事情的真相到底，我看了以后呢，我开始我也感觉确实是很可怜啊，是吧？如果是针对儿童医院发动这种导弹袭击的话，那必须得谴责普京。不过普京这个人呢，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是吧？那个他好像一向在这方面呢没有过啥劣迹，没有主动攻击过非民用的这种这个非军用的这种目标，是吧？尤其是这种医院，是吧？普京这个人还是非常注重自己的在历史上的名声的，是吧？有的时候呢，也确实啊，好多中国网友说这个普的娘们儿，是吧？也挺娘们儿的说普京，是吧？那这个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啊，我给大伙儿这个调查了一下这个事儿，咱们先看看这个报道吧。美国之轮、美国之音是这么说的，说俄军呢发动了这个大规模的导弹袭击。基辅儿童医院被击中，拜登总统发表声明谴责俄罗斯的残暴。乌克兰首都的儿童医院在7月8号被一枚俄罗斯的导弹击中，这是对乌克兰各地一系列空袭的一部分。这波空袭已经造成了至少31人死亡，另外154人受伤。据说呢，基辅的一家空军指挥所这个被端了伤亡惨重。泽连斯基说呢，俄罗斯的恐怖分子再次对乌克兰的各个城市，基辅、德尼普罗、克里沃罗格、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袭击。俄罗斯白天的袭击中呢，向这个五个城市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的导弹，击中了居民楼和公共的基础设施。乌克兰的空军表示呢，拦截了30枚的导弹反正是基本上一袭击人家就说大部分都拦下来了说呢对基辅的袭击呢造成7人死亡这联合国的秘书长发言人谴责了这些袭击，称基辅医院和首都另一家医疗机构遭到袭击令人震惊。国际人道法禁止直接攻击平民和民用的物体，任何此类的攻击都是不可接受的。联合国说必须得立刻停止，说联合国安理会将于星期二开会讨论俄罗斯的袭击。俄罗斯的国防部呢表示，袭击的目标是乌克兰国防工厂和军用的航空基地，并取得了成功。他否认袭击了任何民用设施，并在没有证据那个情况下声称。说来自基辅的照片表明破坏是一枚乌克兰的防空导弹造成的。乌克兰的空军上将表示，俄罗斯一直在提高空袭的有效性，为导弹配备增强功能，包括让防空系统射偏的热诱饵说他在星期一的袭击中呢发现巡航导弹飞行的高度很低，离地面只有50米，这使得他们更难被击中拜登发表了声明，说今天俄罗斯的导弹袭击造成数十名乌克兰平民死亡，并给基辅最大的儿童医院造成了损坏和人员伤亡，这令人震惊，提醒人们俄罗斯的残暴至关重要，在这个重要时刻，世界继续与乌克兰站在一起，我们不能忽视俄罗斯的侵略。这个那位说这是真的假的呀？好吧，咱们来看看揭开这个谜底啊。乌克兰的空军表示呢，说俄罗斯呢夜间的袭击包括什么 KH-101 巡航导弹，什么伊斯坎德尔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记住了这几个导弹的名称咱们再看看现场的画面，各位再看看现场的画面仔细看诸位，这是导弹击中儿童医院的瞬间。我们来看这个定格慢动作这是导弹
来袭的瞬间，幸亏有监控啊。哎，看到了吗？各位，看到这个导弹的形状了吗？非常非常的细长，是吧？非常非常的细长，这个导弹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俄罗斯这些巡航导弹。Ебать, это четвертая нахуй! Пятая, блядь! Тупо в самот Артема! Ебать, шестую слышу! Охуеть! Оху. Пизда нахуй! 我们再倒回来啊，看一下俄罗斯真正的巡航导弹。大伙儿看到了吧？各位，俄罗斯啊，巡航导弹是这样的，短粗，带着中间的一个翅膀。啊，这是俄罗斯的巡航导弹，看明白了吧？跟刚才的那个完全不一样，看出来了吗？跟刚才的那个细长的完全不一样。那位说这细长的到底是啥东西啊？这个呢，就跟美国的那个 ARM-120 空空导弹、防空导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看了吗？哎，这是那个防空导弹和格斗导弹的这个类型。远程的巡航导弹没有这样的啊，这是短程的防空导弹 ARM-120。咱们再看看这个图片吧，看像不像，各位再仔细对比一下啊，这不是说像不像的问题了，简直就是一模一样。这是这个防空导弹，是美国这个运到乌克兰的，原来的时候可以挂到战机下边进行空战，但是呢也可以作为防空导弹来使用啊，就这玩意儿。大伙看出来了吗？所以由这个影像来看，我是觉得应该是这种防空导弹没有击中目标，然后呢又没有自毁功能，这个掉到的那个儿童医院里边去了。而且还有一个比较这个符合的地方，就是说它这个好像是稍微带点自毁功能，但是呢好像是没有起到作用。你们一帧一帧的往下看啊，是吧？没起到作用，这个直接就扎到了儿童医院里边去了。我个人啊认为呢，这应该是美国援助的防空导弹把这个儿童医院给炸了，不是俄罗斯普京弄过来的这个巡航导弹啊。 ARM-120 中程的空对空导弹啊，也可以装到那个防空系统里边来用，是吧？它呢是这个两段式的导引啊，可以在末端呢开启主动雷达去寻找目标啊，是可以说是这个发射后这个不管的那种类型。但是现在看来发射后还得管，如果是没有目标，失去目标了，它还是照样会掉到地下乱炸的，各位啊，你们同意我的这个分析吗？各位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